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十三少啦。咁啊，星期六嘅第二轮推介咧，咁啊，推介翻条就比较热啲嘅四穿五俾大家参考下啦。咁啊，头关咧就系17场嘅热刺对班尼。咁呢场波咧，咁啊介绍翻就系个让球啦。咁啊，让两球嘅，咁即系2-0啊，赢两粒嗰啲咧就和波嘅。咁啊，两球或以上咧就赢啦，就1.88倍嘅。咁睇翻兩隊嘅近績先啦，咁其實熱刺都踢得非常之好嘅呢季，咁無論歐聯賽事都非常之好啦，亦都有穩啦。因為上次嘅賽事裏面對住巴塞和波，咁佢主要對手國米咧都係和波嘅。咁個得失球方面咧就係即係出線歐聯個嗰場比賽啦。咁啊睇翻班尼啦，咁其實班尼都比較差嘅，無論主場或者作客賽事裏面咧，咁啊贏得一場波嘅啫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就算讓到兩球我都支持翻熱刺呢個盤嘅。咁又睇翻佢本身對於李斯特城啊、修咸頓啊、車路士啊，或者係燕奴芬呢啲，全部都贏波啦。因為佢本身嘅功力都非常之強勁嘅。因為睇翻佢本身對住就算水晶宮啦，咁啊作客喺半場裡面咧，咁都撳住嚟踢啦。但雖然啦，咁下半場都係贏得一粒。咁但係佢本身嘅前鋒哈里啊，或者係孫興文啊，同埋拉美拿嗰啲咧，咁其實每人入一粒都贏你3-0啦。咁搬嚟喺佢嘅本身嘅8場嘅主客場裡面咧，咁啊啱啱贏咗白禮頓呢隊咁嘅弱隊嘅嘢，咁其餘都係全部都差唔多輸波，就係和對李斯特城嘅。咁對住強少少嘅曼聯啊、車仔啊，或者利物浦，其實都輸2粒或以上噶。咁喺咁嘅情況，其實讓兩球1.88倍都值得去投注啦。